SJM 出新集访台，八缺一吸300台妹。听听这些尖叫声，又是哪位大牌偶像来台呀？原来是韩国夯团 Super Junior 子团体 SJM。访台24小时宣传中文专辑《太完美》，虽然成员周密，签证未办妥，八缺一，300位歌迷还是很热情接机。记者会上，唱片公司送上春联，还请出吉祥物 Love Two， 希望他们发到 Two。请帮忙他，帮忙他一下。好了，天宇。没想到 Love Two 一出场就腿软，成员圭贤干脆半跪着扶起他。要不这样？请问你喜欢 Super Junior M 吗？喜欢的话跳一下。看到兔子，团员银赫秀起兔子舞。帅，好可爱哦！慢一点，好跳一下，跳一下。那腿太短了啦。圭贤也不甘示弱，大秀苦练的中文。中年寻他欠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跟我来相聚。新专辑周董也替他们写歌，那他们有回馈周董看清风侠吗？就是영화보자고데이트신청하시는겁니까지금？那如果他不担心被跟拍的话，非常欢迎啊！谢谢各位导演。最后，他们要对粉丝说：明天放心，我们的迷你新专辑。大家支持我们的迷你新专辑什么？真的吗？东新闻台北报道。